20根。那是什么？一夫当关的是吕布啊，一夫当的排行榜啊，我用张辽给你们看。那我去准备有哪些？这边好，不过你们可以先有一个主练，一夫当关排行榜第一名的武器装备。那第一名呢？你自己看哦。我今天看真了啊。我说我今天给你们排行榜。一夫当关的榜单，这边你们看张辽的武器装备。好了，基本上我自己就先这样了。假如一样，先把排行榜讲完再看看吧。